就是他了。我不行了，很喘啊。哇，很型哦，他们的音仔喂，比我的音仔还型哦喂，你看。여러분막사세요现在是5:50，然后现在我们一早就起来，我们要去看那个月照景山。哇，看看这个小镇都是很安静的，好像没有人家。我们特地早起要赶去看那个月照景山，不懂看不看到呢。哇，我很久很久没有这样早起去看日出。为什么他们在跑？我也要跑啊！我放弃了，我们走啊！哇，就是他了，可是太阳还没出来，希望还出来，还有一点点。偏卡了，在旁边这里。跟他合个照先，in case他没有出来。耶、yeah, ，我队友没有了。好，现在飞机有点安全。你看，后面到了，哇，有点喘，可是我们到了。后面那个小城市非常的漂亮，再搭上那个马特洪山，好壮观，真的。现在我们就等那个日照金山，不懂会不会出现，待会我们看。看到后面的马特洪山吗？就这个就是日照金山了。阳光打在马特洪山的山顶上，呈现一个橙黄色的状态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景色真的是太美了。今天早上5起床试制了，看我们准备什么？还有一杯，来这里喝茶，在这里享受这个景色。嗯 ，OK。你喝什么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这个 made in Switzerland， 好喝，好喝。蛋包咖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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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哇，手温了。Okay，very nice。你不要这样子拿，你这样拿。啊，我要暖手啊。OK， 很冷啊。你一杯，我一杯。你要吹进去我耳朵啊！苍蝇，苍蝇啊！ OK。现在我们就随便走走，看看我们身后的景色，随便拍，随便美。我这里有一个小河，然后后面有马特洪峰，还有一个 church 在我们的后面，哇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教你们怎样煮辛拉面，特别好吃。很重要啊，探讨啊，把你的面放下去，那个水还没有滚，没有关系，相信我。然后现在开火，所以我们是什么冷水下锅哈？是的，同样的，把全部东西倒下去，看起来就很不错呢。把这个胡椒放下去，放多少？个人决定啊。现在等那个水滚，我们加一些鸡蛋，补充一下 protein。再酷买的蘑菇丢几个菜下去，耶、yeah. ，就可以了。
来尝试一下。完美。今天我们要买从热马到米兰的火车票，因为网上已经买不到，而我们明天必须要前往意大利。果然车票已经卖完了，但是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贵人，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难题。至于我们如何从热马到米兰，下一集我们再和你详细的分享。我们在这里吃这个肥肉，这就是它的menu了，大概看一下吧。辣椒炒的是谁？嗯。大家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叫 steal 我的。我们吃完了，查一下收据，才知道这一罐矿泉水竟然是9 Swiss franc， 好贵啊！这一个矿泉水，我们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，才知道要叫 tap water， 不要叫 steal 我的。tap water 就不用收费。这次来到热马，我们没有选择乘坐 Gonograd 铁路去欣赏马特洪峰的景色，主要考虑到的因素是预算有限。不过我们在热马小镇悠闲的漫步，依然能在各个角落找到与马特洪峰的合影。这里也是一个出片非常好的地方哦，它是不是一个 viewpoint 来的？你可以看到身后面的那个马特洪峰，然后最重要的，它还有一个望远镜在这里是免费的，你可以看到马特洪峰山顶。很可惜，我的 camera 就拍不到，真的很近距离去看那个山，你还可以调那个 focus， 哇，还是免费耶，所以哇，真的很推荐你，你们来啊！哇，你看看那个洪水。超级无敌大哦，难怪有这么多交通被阻塞，或者是来关闭交通。啊，我们在这里走街遇到什么？黑面羊？不是，这是新的黑面羊，新的新款的。哦、OK， 我在小红书看到的。哇，我们在走着街看到新款的黑面羊。你讲黑面羊就好，讲黑面羊就好。很辛苦，哇，哇，很型哦，他们的音仔喂，比我的音仔还型哦喂，你看，我们跟着黑绵羊走，哇，我的人生不兴奋哦。对，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桥这一边，我们在这里拍照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个水那个急流，还有同时间你还可以看到马特洪山location 我会贴在这里啊，你们可以看看回去，如果你们要去那里拍照没有 idea 的话，可以来这里看看。现在就去找旧环的黑面羊，因为我们的朋友一直要找黑面羊，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了。可是走走下，我们却不知道要向左还是向右呢。在这里也给你们一个小贴士，如果你要寻找黑面羊，只要你看地上有没有他们的珍珠奶茶，你就可以找到他们了。我们就是一直跟着他们的珍珠而找到他们的所在地哦。来到这里又不一样的感觉了。OK， 这里就是那些羊群啊，我刚刚才说的，就在我们的后面。
来这里打一下卡，这样子就算了。还有一个东西，真的是满地黄金啊！还有一点臭。走路走路要下雨了，后面你看。现在我们又来到库巴，买一下今晚的粮食。然后我们试过这一款，这一款 chip 是不错的，是蛮好吃的。我看到我身边、我身后有很多酒，这里的 white wine、red wine 都可以 try， 而且它有一些是蛮便宜的。你看到有些是5.5、4.9、5块多、8块、2块多的都有。小罐的你要尝试一下不同的口味，它也是有卖。在第一天它已经出现过了，真的很好喝。它平时是卖2块钱，可是我们第一天看到的是75 cent 的了，这个真的是很好喝。我们在 Green the Water 那一晚，我们 try 了这一个的蓝色版，就是这个了 ，original。OK， 现在我们 try 一下这个，不懂怎样读，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讲一下 ，try 一下看它好不好喝。这个也是瑞士的啤酒，我们也是买了来 try 一下，不懂好不好喝。哇，还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，是麦啤酒。我们在麦当劳，我的麦当劳的雪糕，听说这里的雪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我们买了两个冰淇淋三杯，一个是有 Nutella， 一个是Nature Flavor 的，所以两个是5块Swiss franc。我们来猜一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它的 texture 是很稠的，这个是很实在的，所以吃起来它会，它不是那种吃起来会融然后变成饼的那一种感觉，它不是那一种黏在你的口，它真的是叫雪糕，你懂吧？哦，嗯 ，OK， 哇，真的很不错。然后还有 Nutella 的，我觉得都是差不多，加了 Nutella 巧克力加进去，加了 Nutella， 很甜吧？这个见仁见智啊，是好吃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了。其实吃马铃薯吃的有点怕了，有个肉，还有一个蔬菜蛋汤，就这样简简单单又一餐。我们明天再见。